绝对一宿不睡，我把两袋铁啤酒全给泡了。我先活动活动，我准备好啊。哎，你慢点儿，快50岁人了，一会儿再摔着。还是菊花吧。差不多了。嗯。回家。哎，别，换铁观音啊！那不换铁观音，换铁观音行不行？啊，再精神精神。嗯。哎，慢着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捏了，5000块钱，不要再骚扰俊俊了。还有小米，你不要再麻烦他了。拿了钱就立个字据。咱都是一家人，不至于吧？想拿钱就赶紧。嗯。是我呀？是。真假的？啊。哎，您让我看瞅瞅。不像我呀。谁啊？男朋友啊？帅吧？佳佳，你能不能别乱说？多少岁不好说，反正您看着跟小敏就像姐妹俩，真的，而且小敏是姐姐，您是妹妹。这个孩子，他跟我前夫陈卓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跟我们那个保安撕巴起来了。小敏跟你说了吗？就看他们俩站一块儿，咦，挺登对，还挺般配的。你接吧，我没事儿。好，我去接一下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陈卓同志低调。哎呦，这李明也真是八卦呀。就是想跟你八卦八卦。行，您说吧。你爸是不交女朋友了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应该不会是要跑酒会为我爸复婚吧？你肚子孩子该不会是我爸的吧？现在我和我儿子啊，就他每次洗澡就都得到我的房间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别扭。我突然想起来啊，你现在还给不给佳佳洗内裤啊？你是什么问题？是我，她一个这么大的姑娘，我怎么给她洗内裤？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该给她洗还是不该给她洗嘛。你现在想象一下，你给她洗内裤衩，对吧？咔嚓亮。亮了之后，他回来说：“哟，我的内裤谁给我洗的？我妈给我洗的。我妈不会是变态吧？你说你以后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。你跑得好好的，你回头干什么呀？”刘小米，花蝴蝶，穿着一双小白鞋。我是为了看打我的人有没有智商。还那么喜欢穿小白鞋啊？你们俩约好了吧？啊？都穿白的，整得跟一家的似的。哎，咱们四个都是情侣装，看见小白鞋了吗？哦，你说那小白鞋就是他呀？对呀，你觉得他跟陈卓像一对儿的吗？你别净操那普通人的心啊！他刚才说话不就是冲着我们吗？我直接跟他说了得了。我现在告。